提醒和帮助。哎，其实祷告不光是说是有需求的这样祷告，其实我们随时随地每个人都要来祷告，问到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还有呢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好，下面我们要来做京剧朗读。我们翻开我们的这个周报的第十一页，啊，华语部分我来读，台语部分我们请中间传道帮我一下，然后英语那个对帮忙，哎对，谢谢。哎，好，那我们来，我来读。我们今天是要读的是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另有三个人追，另有三个人追，三配彼得，三配彼得，他得到以后，他得到以后，二人的彼得，伊个快乐有大功效，伊个快乐有大功效。Therefore, therefore, confess your sins, confess your sins, to each other, to each other,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so that you may be healed, so that you may be healed. The prayer of a righteous man, of a righteous man.Is powerful and effective. Is powerful and effective. 祷告，一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好，下面我们要来收今天的奉献。